财产呢，是一算一个就对啊吼。啊，厝呢买几落间，啊呢银行呢会当算千偌万的，吼总总动产呢啊是会当算一个。结果呢，伊结婚了后，就是因阿姨者，安尼亲情呢，告别时时阵嘛无这微信通互食就对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亲情哦，咱得家平，得家平分就对完吼。所以讲咱人，感觉讲。哦，理念就是爱正确，像这真诶理念无正确，讲咱诶钱啊，钱在银行啊，啊人在天堂啊，你看，结果功德拢无做着吼，所以讲转会受苦啊，吼，所以讲咱下当诶理念爱正确着对吼，下当诶唔通咧啊偏差去着对吼，所以来讲咧，咱爱天方平观，发多把握时间，咱着赶紧来了完成功了，啊，咱家己做功德才会滴啦。若要用咱的时势，也是讲呢，像这兄嫂家做吼，哪有可能？无可能，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就是爱在有这个波，咱的时间，咱就是爱把握，就对啊吼。所以讲，咱时间是无要等咱，就对吼。所以讲，咱伫因一生当中安尼计较，吼，安尼斤斤计较，到有当嘛安斤斤计较，结果呢，啊，存这么侪钱，拢去互别人去用，就对啊吼。安尼，感觉是。啊，足拍算的就对啊吼，一寡吼要求啊还可以啦吼，啊讲会得过，认真认真爱讲会得过，啊不过呢，讲是拢是无甲做就对啊吼，所以讲呢，咱佛祖呢，咱六祖坛经伊嘛甲你讲啊，吼，咱讲讲呢，佛法在世间，咱不离世间觉，吼，咱离了世间，你变菩提，犹如呢去求土觉就对啊吼，所以讲呢，甲你讲，咱真理就是在世间，每一个角度就是拢是有道啊。咱行住坐卧拢是道，哦，咱每一个人标杆都代表这个道就对啊。哦，人讲有道无道，看咱人心是就知影。哦，有道到什么出来，把你修到什么程度，人看咱人的做法就会知影了，对嘛？吼，就讲，咱就总嘛甲恁讲哦，讲咱就是爱不离开这个世间。哦，每一个角度都是拢有道，咱爱下来下手下真功夫就对嘛？吼，所以讲呢，咱袂使一定。一生当中，一直求这个名甲利，就对，这个权势，吼啦，安尼呢，只伫一直要想回报，要想付出呢，安尼呢，咱功德无法度来定，就对，安尼吼，安尼呢，就无法度离这凡间这个世界，会要成就佛道，就念家上，难上加难，就对啊，吼，所以讲要找这菩萨。吼、哦，要像这菩萨这道呢，无法度去找到就对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永远拢无法度找像这土啊头上。头上要找这角是无法度人找到，对吧？吼，所以讲呢，咱点啊师嘛，搁甲恁开示啊。讲呢，咱大道若无修呢，就是讲爱清心修行。吼，所以讲咱若大道，咱无法度呢，啊来深入，吼，无法度来脱这个劫就对啊。吼，所以讲呢，咱若有修，咱就会当来互相化劫，对吧？咱的行门无入，就是万世流落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的这个三道在大开普渡，咱无来得到的大道，咱人生就是咱生生世世在咧轮回转世。咱有得到呢，咱今日道法部呢有修的道法部呢超生了死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会当脱离这个轮回。吼、哦，主要讲咱会当花一点仔时间来学习来了然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会当幸福变化，唔爱讲啊，这我都袂晓，啊，这我都无爱做。吼、哦，那咱有选择性的，咱永远都无法度来精进，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咱有法度来去在别人啊，去立立人，来替天呢，来选用做这个大道，安尼呢，功德呢，都法度得利的，就对。哎，使咱众生会当来依靠得到，大家拢有法度跳出这个圈的。这嘛是讲，今日咱来。我来为上天来，咱的愿力，咱就是爱恁来做安尼吼，叫我当来过咱天恩所得的地方。过来来讲呢，啊，咱第二课就叫第二课就对了。讲咱呢，当然读册适宜制薄，吼，就是讲咱无好的人，理念无好的人，伊学问足悬的，往往伊偏理念偏差，伊拢去做多，吼，拢去做唔对就对啊。安尼呢，就是。使心静呢，就无静就对啊。所以讲，咱心呢，心性若纯静的时阵，咱就可以呢，用读释人的册来学呢，啊，这彻底，吼、哦，咱的力量会当呢来精进就对。啊，哪法度为人师表就对。如果呢，啊，咱如果就少用咱个人的一粒善思，就用来家己私有的。安尼嘛是唔对就对啊吼，咱就是爱来学习，啊，佮将这好诶呢，啊，传予咱诶孝敬诶人就对安尼吼。安尼呢，则袂呢来失传。哦，咱世俗真侪人讲家己唔用头脑，安怎去斗盘呐？
还是讲人个论文写足好个，就摕别人个论文来做家己所写，安尼安拢是有做着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这就是不对着对。阮呢，意思搁甲你讲呢，咱若听到圣人呢，啊，讲伊呢一句善言，拢摕来安抚家己个过失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呢，人圣人呢，拢有甲你讲，讲咱讲鼓励讲，咱无要紧，咱若做唔对，知过谅解，善无大焉啦吼。圣人嘛有安尼讲啊，做唔对，反悔就好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你连咱爱正常啊，咱做唔对，是毋是有一时来改过呢？还是讲一错再错呢？哦，这叫伊头脑好个人就讲啊，圣人嘛有甲你讲啊，只要咱会当改善就好啊。啊，不过好像伊无来改善啦，啊，伊搁连本带利来伫做就对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伊安尼做真济唔对就对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咱圣人呢，从咱安尼开始啊。吼、哦，讲甲咱讲呢，咱就是啊，读册读足够个。啊，不过伊说了点唔对，吼、哦，就等于讲呢，啊，摕这个赞助伊这个兵器去拍敌人，就对安尼。吼、哦，咱安尼嘛是甲伊担罪，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像讲呢，啊，这歹人呢，啊，咱搁送人参去互伊食，吼、哦，啊，嘛是感觉唔对，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劝伊来，劝伊呢来改善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才会当呢。送伊物件，就爱家己搁家己理念较正确个，对。讲一直讲伊物件，讲伊兵器，互伊用，用伊水难做安尼吼，安尼就是理念就较正确啊。安尼，安就是讲助伊有利哦，就对啊。安尼后果呢，就难以收拾个，对。安嘛，甲伊结了无好这个姻缘，就对啊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爱会晓呢，理念爱正确，唔通呢，啊，就讲呢，心肝安尼超大，就对安尼吼，安尼。会议所思的对啊，哦，所以讲真经常嘛，看刚刚一个报纸的对啊。这少年人读册读到呢，啊，大学以上的就对啊，不过伊理念偏差的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伊是好业人，拢爱食青面烦恼，啊，拢安尼非非人三做的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吼，这法官呢，甲伊判真四五条罪就对啊，后性侵啦，啊，后呢妨害这秘密的罪啦，啊，后呢恐吓罪啦，吼，伊哩各个真侪罪就对。对啊，我看嗯，历史，伊讲历史呢，中间呢，这个罪该判上重的，然后这种的啊，强暴啦，啊，是讲呢，这个性交易罪这安尼，这个该判上重的呢，然后这法官呢，该判了呢，79年7个月，吼、哦，这么重的罪就对，啊，让伊足不妥的就对安尼吼，所以讲，伊认为心里认为讲，我这做安尼也无什么就对安尼吼，即卖少年的认为讲，我安尼做也无什么唔对啊，只有伊。一年前利益就对啊，伊理念是讲，哪有啥物？即摆暗时呢，即个呢夜店啊、夜生活，拢是安尼啊，伫烟花世界拢是安尼啊。只有一夜情尔，你著甲判遮重罪就对啊吼，甲判79年7个月，啊赔偿人爱赔2700万。哦，所以讲伊会不服就对，即少年家读遮尔悬，伊会不服就对啊。所以讲即理念，哦，实在偏差去就对。啊，吼，即法官感觉讲诶，即个少年囡仔。哦，就是讲呢，啊，非常的变态，就对哇，心理非常的变态，就对哇，理念呢，啊，偏差，哦，大，即个伊个大，即个大官的妄为，就对哇，哦，吼，即法官来讲，伊这个是一个，哦，罪大恶极，就对哇，佫唔知通忏悔，结果佫伊的利益佫遮济，对哇，然后，所以讲呢，哦，无心灵伊唔对，就对，啊，所以讲伊佛遮济应该嘛是还可以啦，因兜法宝也无欠用食，就对哇。哦，所以讲呢，人读册、读官，如果伊用一个所在，可能是去为恶去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咱爱会晓呢，修道爱精进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咱爱共学问呢，爱用得正道啦。用得正道，所以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受益，安尼才有得着好处的。咱嘛好处，伊嘛好处啦吼。所以讲呢，伊事业就当愈做愈大。如果呢用唔着所在呢？吼、哦，拢是会危害社会。吼、哦，学问若好，用唔着所在，拢危害着社会。吼、哦，啊嘛会损人利己着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这个后呢，伊嘛是同款的身败名利啊，身败名利吼，啊，搁遗臭万年着对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报纸嘛不时伫咧看，吼、哦，这个杀人犯足济，啊，结果呢，啊，因兜的是大人，安尼头拢抓袂起来嘛，真济着对安尼吼。这嘛是伫甲恁讲呢，咱修道，吼、哦，咱理念一定爱清。爱正确，袂使去偏差去，对个，对个。所以讲呢，这嘛是同款，对个。佮用一个真，这拢实例，吼、哦，咱特地咱家下话，这嘛是一个实例，对个。讲咱人呢，拢是人心不足，蛇吞象，对个，对个。人对你好，佮袂晓感恩，佮呢，佮连本带利，对个。
哇，这就是讲咧，咱拢会知吼，咱的妈妈，爸你妈妈做这个家己业，吼，你来看咧，这阿母对这个店长咧这么好就对了，连厝的锁匙都给咱方便出门，搁带因这客查某囝，结果呢？托伊个物件呢，还佫袂满足着对啊。哦，因即个阿嬷嘛，人对伊足好个啊。哦，逐爱啥物件拢有买互伊，伊佫也袂知足。结果第阿嬷害死了后，将因个这钱佫讲要家己掠去着对安尼哦。所以讲呢，人心两难去。哦，就安尼呢，就一错再错着对啊。哦，所以讲人对你好，你袂晓感恩。哦，所以讲咱人生呢有恐怖着对安尼吼。所以咱修道人，咱伫咧学习当中。哦，咱咧受教育时阵，咱一定爱有这个正念。理念正，咱教育呢，啊，就会出问题。如果咱若无理念、无正确，咱若真诶，甲恁讲较咸一点啊，咱就是讲啊，我着免修道，是我遮艰苦啊，我着卖修道好啊。我可能有即种诶理念，有即种诶无正确理念出来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咱学习当中，咱就是讲爱念咧，啊，理念爱正。哦，受教育时阵，咱就袂离靠不倒就对啊吼，咱袂靠到咱。但对就对了，所以讲咧，啊，咱就是讲学问好，哦，咱就是理念一定袂使去偏差去，特别做做就对啊吼。那无呢，啊，经过日正的培训，哦，久来就会使呐，积刷成塔这么济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咧，安尼咧，以后就学生一位咧，啊，真敢学，啊，真占用这个人物出来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即卖咧，啊，少年吼，拢是安尼，哦，拢是安尼，无学不做，遮尔济着对啊。哦，拢较早咧，一咱较早阿美族吼，因产地人较有得分组，啊，本来遮白地嘛分组真济组着对啊。哦，因即卖少年伊甲讲有低头族啦，我较早许话未养的时阵，啊，毋捌遮数字咧话的时阵，讲啊，啥物叫做低头族来讲？就是你带手机，你唔捌做手机，叫做低头族啊！我哈哈，啊就叫做一个做出来就对安尼吼。过来就是甲伊讲咧，有这夜光族啊，夜光族就是讲咧，暗时咧拢不爱困，哦，拢到天光才要倒来困的，这个夜生活的人啊，哦，即嘛少年人就讲夜光族就对啊。啊，过来咧讲就是啃老族，啃老族就讲安尼，足济岁啊，搁唔做工课啊，搁是了自家若是大人咧，得伸长手安尼就对安尼吼。啊，是大人是啊，唔会搁家骂，搁家拍，啊嘛有一种的人哦，哦，咱着报纸啊、新闻看出足济，哦，即种的人就对啊。所以讲，咱即卖时代，哦，伫咧考验咱的人生，哦，所以讲，咱会用咧来做哦好就对啊，好多嘛是爱做哦好，方向咱爱健康，咱就是讲咧，哦，咱爱仁义来修，咱是保公积德做，咱嘛有做哦，咱是保公积德做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咱仁路先看明，咱唔去行偏去就对安尼。所以咱学问的权贵呢，无法度呢超生了事。哦，你若做到博士呢，你若无受名师一指，同款爱搁轮回转世就对啊吼。那学问好呢，无法度来转因果。我说讲呢，你若无来行功积德，你因果永远拢定就对啊吼，因果会带业报、果报就对啊吼。所以讲呢，咱若无名师一指呢，无法度跳出这个苦海因果。所以修道呢，要不断爱累。慧知爱来提升着对吼，咱莫是讲看目睭看着别人一点仔呢，啊唔对，你拢看较显面面啦，家己唔对一对敢若山堆呢，你还佫无发现，啊人甲你讲啊，你安尼即个行做唔对哦，咱安怎做，还佫袂接受着对，那么愿意讲较敖你去做，吼，是无？真少嘛，不拄着即种个情形着对啊吼。所以讲呢，咱人每一个人修道，咱就是爱先内观自己，内照家己，吼，安尼才法度呢做一个标杆，互人肯定，安才法度立于人之地位着对吼。所以讲咱标杆，咱就是爱甲做好，本分做好好，咱才法度呢自觉觉通，那安尼觉心圆满呢，才法度来带动咱这个道气。如果你若一意孤行呢，人无法度，无人信任你着对安尼吼，是讲咱。修道就是安尼修，你方才行着啊！你要搁安尼去肯定人，人别人无要看你伫修道，无要修这人情道着对啊！人情个话，一亲情着对。伊个呢，就是讲有若学较人才班啊，吼，伊敢若许话无共做着对啊！学较人才班，结果呢，伊个干部甲伊讲者较严了后，伊就讲，我要家己修道好啊，吼，我无爱来读这个课着对啊！你家己理念都有偏差，叫人就是爱照你的方法去做就对啊吼，歪理一大堆。结果呢，伊就规日我歪来读这班，敢袂用？吼，伊就安尼家己讲家己就对啊，讲我歪来读，你嘛无我的平调就对啊，吼。所以讲呢，吼，咱每一个人要带动这个道气，要教咱后进的人，
咱的理念咱就爱爱正确就对啊，袂使讲咱一意孤行就对啊。那咱理念无正确，往往拢会共带唔着去就对啊吼。所以讲，即前面伊讲过咧，外界是外头伊去做就对啊吼。就是讲，顶嘛是讲我即班咧小休困者，吼，我休困一阵嘛，再过来来进修就对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吼，安尼往往拢会去讨考退道亲就对啊吼。所以讲，咱即班都，咱的理念咱就是嘛爱正确。多培养一寡同理心，吼，对人他人付出，咱嘛是怀有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，随时呢都会当咧来赞助，出生安尼欢喜自在，吼，一家美丽家园，吼，咱讲呢，户户呢，有万世音，安尼家家有美丽群，吼，咱就是爱做到这种的标杆出来就对了，吼，所以讲的话，刚刚啊。伫咧办十人唱戏社会时阵，吼，足济真个嘛是共款，拢安尼在三四步多着对啊。看我倒做啥，伊去做啥着对啊。迄个也足甘心个着对安尼吼，大家拢来扶持，这份长着对。啊，搁呢，啊，咱个厝边头吼，大家咱看着讲，咱道亲呢足团结个啦。吼，啊，咱真厝边咱着称呼讲，咱真着敢全部组，伊是头只道理啊，全部组家着对安尼吼。所以讲，现在呢，遐讲拍讲笑来，都有无见过长辈。啊，大家拢安尼足有亲和力个对啊！啊，大家拢来扶持安尼，吼，或者厝边头敢若讲，咱即支鸡，即条鸡呢袂像像佛祖鸡安尼吼，遮尔闹热，遮尔亲和力，遮尔好个对安尼吼。所以安尼厝主着有即个爱心，着显出咱多即个尊贵着对，安着袂去苛刻人着对啊吼。所以呢，咱爱会晓把握吼，把握咱个时间着对啊。所以咱今年毛甲恁开始，总个多在咱生活，生活着是有即个多啊。所以讲，咱爱先有缘。吼，人要呢才会做，那安尼就无过失，无失败。吼，咱的愿力非常的大，就对安尼吼。总爱把握有限，吼来圆满无限的这个个工作，就对。有限的，就是讲咱在这世间分分秒秒，包括这个身体、这个身躯，拢是有限的，就对安尼吼。咱爱把握，吼，唔通真轻易来家放过，吼来家放过这个时间，咱就爱好来把握来做安尼吼。那法度报答咱天恩师德。那安尼呢，咱的身体呢，啊，才袂来带动啊，入去就对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咱时间无要等咱哦。咱人生无法度讲啊，定来恩赐一摆啦。我呢，会当互我定，我十八岁开始来，敢有可能？应该是无可能就对啊吼。所以讲，咱即马剩呢，啊，毋是讲剩咱的功德啦吼，是剩咱的年岁，剩愈济无益嘛吼。啊，咱的身躯呢，拢体力都会愈来减少去减退去哦吼。所以讲。咱爱会晓把握着对啦吼，啊，搁较珍惜，良机呢未常来，好景呢不常在，吼，所以讲咱爱把握，啊，把握当下来做。咱若无限的，就是讲咱的水线运，伊是不生不灭的，吼，这就是讲咱的无限，咱会晓把握，照计来行进着对啦吼。所以咱会当啊，闻到天道，咱会晓天光了缘，会当来好好来修。好，我来用功了完就对了，吼。所以咱时时爱存着，啊，惊讲对人袂着这个心理，爱加强咱的脚步，安尼咱才无法度来退进就对了，法度来进，才法度来前进就对了。吼，所以讲呢，咱呢爱会晓做一个真明理的人，像呢，哦，安尼这个明天，像咱这垃圾，吼，垃圾咱捌看过吼，一直烧家己哦，啊，咧照亮别人，这种的心理，咱修到就是爱安尼吼。所以讲呢。过来就是讲，咱爱像即个青年的即个拐杖，吼，就是讲呢，青年即个拐啊，吼，有无即个拐啊，伊无法度来行啦。咱着收到就是爱像即个拐啊，安尼，吼，即个盲人有法度呢行正直安尼吼，袂去阻碍啊吼。过来就是讲呢，啊，咱爱会晓呢积功累德，吼，咱着是讲修办道当中，咱着是爱会晓来修道一些修道的一个指南。吼，咱袂使去妄想去行唔着去，吼，安尼呢，有法度呢，真正做一个真有理的人，对啊。过来来讲呢，咱二年正月，二年正月就是讲咱大年结婚，咱都是爱真心来做，吼，莫讲有这虚荣的心，安尼呢，就无法度以合天道啊。吼，所以讲咱一定爱用公心来做出发点哦。过来就来讲呢，啊，爱救救众生，啊，咱即马就是讲风气。咱弘扬咱三字咧，普渡百道，咱爱下心来度众，启发宣传。吼，咱即摆拢伫咧办义诊啦吼，拢一个啊办义诊伫咧开放。吼，所以讲咱一定咧爱会安尼，哇，即个时间出来了愿就对啊。吼，咱
即嘛是咱白龙旗伫咧收班桌，吼、哦，咱着要感恩咱个阿弥陀祖来将咱添福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咧现个幸运个会当咧拄着即班个班机，吼、哦，咱坐到即只个发船要倒来上天，咱一定袂使双手空空倒转去敬老院，吼、哦。所以每一个人拢功德足济，吼、哦，咱拢无做，咱嘛拢对过不去着咱家己着对安尼吼，所以讲咱爱把握咱个时间吼，过来来讲。无法度来消啦，搁起这无明心出来，啊，就是要不得的对啦吼。所以现在人啊，开始咧修万道的路，安尼注意着啦吼。所以讲，咱金刚经伊嘛甲恁讲啊，讲咱修万道爱离一切相，安尼就是是一个菩萨的对啦。讲咱身外物件，甲恁讲咧，咱身外物件爱愈少愈好啦。身外物件就包括啥物呢？就是讲形形色色看会到的，用会到的。食会到的，拢足上简单上好，免想济就对啊。有够用就好，有够食就好。人来讲，啊，即我一大堆，结果食无去，拢啊变啊分散，安尼就无修福就对啊。安尼衫呢，有通穿，有够穿就好啊。有当替换穿就好啊。咱来讲，啊买了一大堆，啊拢得有肚大肚底，西装肚底穿就对啊，安尼吼，安嘛唔对啊吼，安尼讲这嘛是唔对就对啊吼。讲咱物件生活物件，咱就愈少愈好。安尼呢，才袂负担较大。吼、哦，像咱颜回呢，万拢伊一条一单是一条印，吼、哦，拢住伫咧做草巷嘛，啊，搁人嘛是同款，啊，搁无依持着着，啊，搁同款呢，啊，搁家己落着着，啊，同款啊咧，伫咧天道，即天道了完着着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颜回嘛，颜回讲，啊，就是咱孔子伫赞叹咱颜回，伊了是伫一生当中拢是足安定伫咧落道着着安尼吼，对咧道拢真发心，日常生活拢足简单。伊咧食饭的时阵呢，毋是讲可能咱煮啊，咱山珍海味才济着对安尼，然后素食的山珍海味啦吼，啊煮啊足清炒着对，啊人伊毋是哦，那伊一个较早人食饭，人咧德国啊饭吼，按落去炊，啥物饭菜啊都落落按落去炊安尼，啊出门着早即个德国啊饭出去，一过出去拢咱食一德国啊饭，拄一碗饭安尼入去着对，真简单。吼、哦，人伊拢免款啊尼济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安尼嘛无真负担啊。啊人伊食茶、食水，伊拢安那食。较早咱有种这蒲啊，古时古时用这平汤叶、胡萝卜吼，啊头搭着当做茶杯啊，安尼较茶较水来食，伊拢是安尼伫咧生活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互咱孔子甲赞叹咱颜回拢伊安尼，遮尔勤俭，食啥物，遮尔勤俭着对啊，只有食一饱安尼着好，只有饱着好着。啊，人伊住嘛无真享受啊，无住这个呢特种啥物无，伊住伫呢这个呢半草贫民窟。啊，即嫁厝啊，啊半草厝啊，安尼着对安尼哦。人伊安尼个同款，看嘛真乐观着对安尼吼。啊，人伊安尼得到了，人伊安尼个素养足好个着对啊。啊，咱一生安尼乐安定乐道着对，吼，拢无看起伊家己安尼啊，住遮歹，用遮歹，人伊收到嘛收到当去做善行着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咱会向呢，一点仔伊都无改变伊即收到即个机遇着对，啊改变即机遇。所以讲，你同款，安乐道，安足快乐，着伫修万道足快乐。吼，所以讲，咱心内，然后即着是咱心外，咱着是爱较少一点，吼，莫互身躯负担遮尔济着对啊。哦，过来来个讲咧，咱心内，吼，咱内底，吼，心内物件爱较济咧，吼，安尼才有度圆满着对啊。心内着是讲咧，咱愈济愈好，着是讲咧，咱个德性，咱个佛性，咱个慈悲心，爱温良兼强义。吼、哦，即个呢，甲做好好，咱咱个身躯内底着足饱满啊。德行呢，着足，着吼看了，咱看到你个身躯着展现即个道气出来着对啊。吼、哦，咱若有修，吼、哦，咱若文章饱有修，咱个五官着拢会来改变着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内在呢着法度来提升，咱个智慧着法度来打开。吼、哦，安尼着袂偏离咱个修道即个方向去着对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咱菜根苗规本个伊嘛是拢囥在咱人。爱做善做好，会得兴方便法门。唔通讲安尼读册头遮悬，搁用咱个啊无好个出发点来做，啊借用即个机会来发挥，安嘛是唔对着对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甲你讲呢，咱个爱用个仁义来修着对安尼吼。所以讲呢，着安尼简单呢来报告咱即课个即个心得着对啊。即个是有关有课题，啊报了无完整个所在，较等下叫咱区长，安尼所长区长甲许安尼服务员找安尼吼。啊，祝咱大家呢，当咧身体健康，会当法力充满安尼。谢谢各位观众。
再三，谢谢讲师慈悲吼，请坐一下哦。好，咱的讲师甲咱讲了非常的好，拢讲现实的啦吼，现实的咱看会到的吼，嘛拢无甲咱讲着古代吼，你今仔所甲咱准备的，就是咱即马电视咧播的，报纸咧看的，拢甲咱讲啊真实，咱看咱就知影吼，咱即句规矩今年通篇之文，咱常常伫咧准备前面甲咱准备的，纪念人民，记得达人呐，由咱家己自身来做起，这叫做吼。咱讲，咱常常咧讲良知良人，有无？吼，咱先治良知，而后治良人。良知就是修咱家己，良人就是供人供养，就是咱家己先做好，咱才来鼓励别人。啊，咱家己做无好，要鼓励别人，实在较困难。这叫做积德行善，积德大大人。啊，搁咱常常咧讲讲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咱家己若无爱，咱就无爱布施予别人。物件害去的，无爱食的，咱无爱讲，阿怎用要害？啊，无今仔拄啊找，拄啊十五，要摕来分两百块的啦，就请大家用用咧。啊，厝内跩着囡仔大细也无爱食咯啊，安尼嘛唔好吼。咱囡仔大细无爱食的，咱才想讲啊，无咧都已经要害，摕来捐分做拜拜，啊，就请大家结缘啦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啊，是讲咱伫咱身上，咱无爱，脾气毛病，三毒四非。咱家无爱，咱嘛无爱去布施去予别人啦。人这就是讲，推己及人吼，过来恶人服输，惜于这恶。那咱今仔在座，咱各位前贤啦，咱各位同学，咱是吼，咱这叫做善人读书。今仔讲的这课是恶人读书，不过咱各位同学，咱是善人读书吼，先人来读这，惜于这先。你看咱读读的，啊，咱是毋是来鼓励读书吼？读书班真好。你看，安尼，阮读书班吼，阮嘛改变足多嘞，啊，加捌真侪字吼，啊，加熟悉足侪同学。那咱拄只江苏伫咧讲的，伫恁调过遐有四五间的佛堂，啊，大家厝边隔壁兴起哩讲啊，咱读书堂吼，安做伙隔壁啊，无着对面拢佛堂，啊，咱这条叫做佛祖街吼，嘛是真好啊吼。咱即马转去着甲实用讲，啊，咱厝边隔壁大家来开佛堂哦，啊，大家来收刀哦，来食菜哦，啊，咱这条街吼，上天着甲咱号一个名，叫做佛祖街吼，安尼嘛是真好啊吼。啊，佛祖街佫来变佛祖里，佛祖里咱知无？一个里像咱这礼拜礼拜日咯吼，咱知影哦，这礼拜礼拜日第一。就是咱河边吼有一个月牌里，月牌里吼要办义诊，咱保姆嘛来伫遮，着因对面吼就是一间庙吼，一间庙啊，楼骹是活动中心，庙是伫楼顶，吼佛祖神明在伫楼顶，啊楼骹是活动中心。咱即个拜礼拜日就是要伫即个活动中心要办义诊，啊是煞有苏联庆佛堂的苏联庆，那伫因迄个里吼，伫迄个里有十外间的佛堂，敢若咱天伦道场的哦，咱天伦道场的。就要十间咯，啊，搁有咱天理宫的堂，吼，天理宫的堂就三四间，啊，搁有别组所法理组的堂，拢有。即个里十外间的佛堂，请问最前列，咱家毋是叫做佛祖里？啊，着两三间着一间佛堂，两三间着一间佛堂啊，吼，惊里无几间着一间佛堂，安遐叫做佛祖里啦，仙佛里啦，吼，仙佛咧大所在，仙佛即里，拢是佛祖仙佛伫咧出入的，足好嘞，吼。希望咱即个拜礼拜日吼。咱天伦，敢若咱河尾只有咧办义诊尔，啊，咱各位同学有闲，啊，咱就来参加来吼，来争取一个疗愈的机会。看恁要做啥拢使，是咱领导点人师要去义诊的医生啦吼，医生是咱领导点人师要来慈悲的，啊，搁咱佛堂，为着佛堂庆祝五十六周年，开佛堂五十六周年的庆祝，啊，搁另外一间佛堂，原来要办道吼，会使讲祝老年的。咱是善人，啊，咱来读读就是来应用着善的所在，吼，若有了愿，若有啥物工作，咱就来做。啊，若恶人读书咧，属于罪恶啦。吼，恶人来读书，学学咧吼，会晓咧，伊去学袂做。学咧，咱定吼，真念慈悲啦，甲咱讲一句话，讲古之学者为己啦，啊，今之学者为人。古之学者就是咱古早的圣人贤人，伊去读册去学，吼，去学咧要创啥为己。是安怎来为己嘞？为己就是讲修养家己，吼，克己家己。每一工反省、忏悔、感恩，迄就是古早的圣人先人。伊学会晓、学会捌，毋是要来做别人哦，毋是一定要教别人，是为家己，吼，家己来修心养性，修啊好，啊来，吼，家己来审查，看我有做啥物毋对，我有啥物吼，功业失言，啊，我的行为有失格差无？
迄叫做古之邪者为吉啦。啊，若今之邪者为人，吼、哦，现今的社会就是讲咱头头下摆，你看咱即摆开始要搁选举咯，逐天电视甲看落拢是口水战，拢是咧讲别人安怎想安怎，我上好啊，别人拢食歹食歹，吼，伊、哦、的啥物牌拢甲显现出来，伊的啥物优点拢尽量甲说出来上好。咱毋是吼，咱无同啦吼，咱嘛是吼，学者，咱是为己，咱嘛是咧修养家己、审查自己的，不是修理别人，毋是学学咧去修理别人啊。吼，现在学者，咱毋是伫咱道中伫咧修养安尼来讲，拢是去修理别人较侪。啊，咱是学会晓，咱要修炼咱家己。吼，每个人修理我们自己，才是最大的修持功夫吼。即节就是咱今日讲师甲咱慈悲的。希望讲咱即节，甲咱讲啊非常好，啊，咱知影，咱搁甲推，吼、哦、推广宣言，啊，咱家己做有够，咱搁来甲厝边隔壁亲戚朋友，希望因会当收到，安尼是上好吼、哦。来，搁来咱即节就是小蜜班长前贤要甲咱导读的时间，热烈掌声来欢迎咱小蜜前贤一。用小蜜前贤问好，一起恭，前贤好，请坐。各位学长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今仔日找你去，这台唔免找啦。袂凉吼，今日找恁去呢，吼袂凉吼，袂凉才来找。头前无几啊，后壁有几呢？后壁足凉。哦，是啊，歹势，阮拢享受家己人生呢。我是讲后壁足凉的，吼。哦，安尼啊，啊，啊，恁食鲜料拢无建议。哦，哦。我又好，大家一样啦，袂使甲人阮后壁做哦，头前嘛拢做，哦。各位学长啊，拄只许感觉一句话足受用的哦吼，对啊，感觉讲真正，咱拄啊学长有讲一句话对无？伊讲，咱若丢拄一届。就失去这个动力，哦，对无？啊，若丢到两届、三届、四届，啊，就无机会，就无这个舞台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爱好好啊，家己好好啊把握啦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遐我想到一个事实嘞，伫个咱嘞，吼、哦，算讲有一个经验啦。伊伫道场，毋是咱这附近的啦，吼，毋是咱，吼、哦，有一个经验，伊已经伫道场一段时间嘛，学甲人才班啊，拢学甲人才班拢过啊，吼、哦。伊包括板刀啦，算所有拢会晓，江山宝山拢会啊。啊，有一摆伊着事业拄开始伫咧起步，伊着甲张老师讲：“张老师啊，我吼，互我请假两年，等下吼，我若赚着大钱，我要认真来为道场拍拼。”啊，结果两年，伊无赚着大钱，搁了钱。伊全开始去招会啊，开始吼买，算讲买啥物股票啥，逐项钱拢爱着投资了，投资讲。想要来赚一寡大钱，伊本来是做，伊是会晓水电的，啊，迄段时间材料听伊讲，算讲生意还袂歹，啊，伊就想讲，哦，我即摆吼开始来招会啊啦吼，开始来扩大我的事业啦吼，开始用尽办法，逐项拢要来甲赚啦。结果吼，这两年时间伊无赚到钱，哎呀，无赚到钱了，伊的心会紧张，伊就开始想讲，啊，我无钱袂使哩，就阁继续一直要想要赚钱。结果办一个年，经过二十年，伊向阳啦，歪头一个看讲，哎呦，啊人生过二十年，我这二十年来，我道务无做着，我钱无赚着，我逐项拢无存着，哦，所以讲伊才感觉讲啊，我了二十年去啊，伊才搁转来加载啦，伊还搁要转来去找咱的点兰师，伊讲甲点兰师讲，点兰师慈悲哦，啊，我过去吼、哦，我实感觉足惭愧，足惭愧的。道场栽培我，结果吼，我浪费二十年的时间。我想，我即摆想讲吼，要搁倒转来道场，认真来学习，来了原来拍拼。点老师嘛足欢喜的啊，点老师就甲伊讲：好啊，安食拄好。你当初学的即摆拢会使发挥，明仔载拄啊要办道，啊无你来江山宝。啊伊嘛真欢喜啊，伊就讲：好啊好啊，谢点师慈悲吼，啊我有即个了原的机会。结果真拄好，明仔个补要办桌，伊明仔个载，吼、哦，佫过冬去个载，伊就想讲啊，厝内底，伊就会晓水电嘛，啊，浴巾啊，毋知啥物下去啦吼，伊、哦、就开始落壁，
吼，落壁可能水管吧，吼，伊就落壁，啊，就开始想要来整理迄间迄落，结果去互漏电，吼，即个落床漏电，全电死伫个间啊，吼，所以讲你甲看，人生失去的机会，有当时摕找袂倒转来。你看，伊失去这20年，伊想要搁回头倒转来做，嘛无机会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即个点兰树嘛足感慨，讲啊，当初你是安那袂晓把握这20年，即摆要做嘛无机会啊。哦，听到感觉心肝足艰苦。哦，所以讲，实在讲，咱真正你丢掉一届就无动力啦。咱若一届无来，咱就想讲，啊，我无去，苏干树袂甲我找我，我无去，我嘛也无感觉啥。其实你家己无感觉啥，其实心灵上损失真济。哦，所以讲，这个动力就无共像啊，请假一届，啊无后摆佫无来，啊请假两届嘛无感觉啥，三届啊嘛是同款安尼过。哦，所以讲这个动力就愈来愈无啊。哦，所以讲愈来愈无了后，你佫愈侪届，咱的机会，咱的伫个这个道场的舞台就拢无去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希望讲，拄仔今仔听到一句许感触足深的，哦啊，大家互相勉励一下啊。吼，啊今仔日吼。等下有足刺激的哦，因为吼，许个囡仔摕名单，同款爱投毒啦吼。因为咱若无投毒吼，惊咱会全感觉讲，哎，安尼读，毋知读到全无精神无吼。咱就是爱起来投毒，每一个人拢有机会。等下足侪许个拢毋知影名呢，啊，若念着名吼，起来了后，啊，大家嘛拢会捌对无？吼，无有诶许个拢还阁毋捌名吼。咱即摆先敬敬。吼，安尼同款咪着真紧啦吼，哦，着个想讲，咱遮侪拢毋捌，足歹势呢。当时拄着，干呐讲学长好。第一组，许个看，许个还佫倒一个毋捌吼。诶，下底啊，咱今仔有一个新的学长吼，就伫咱后壁遮，林学长、林万、林学长，带番仔糕吼。来鼓励一下哈，欢迎哈！咱头一组张碧才，什么人？张碧才，哎，请咱出边，无问题哈。哎，今天的真歹势，许个有名拢明白。掌声鼓励。哦，安尼，对，千万讲爱听苗友。大家好。好。一月九号秋天，不算米粒就靠近米粒下线不离天。冰雹坐落灵山下，莲花叶尽靠山时。独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情四川龙河心。天津市文化生态生态市点市民，为民进开国义土地下是为阮阿姨，亲在明天中华庙九连庆办非常事，天华老庙是玉山修完天华在故宫，南北两家连宗祠分完古迹在雕梁，老庙干阿公在跳，有三间对合堂。英语要向自家去，持念东南面，用心持念佛来去，到人来去超生，人生西来地阳，祖宗二点开化成佛，每日至心上持念三灾八难不来去，要向神佛去礼拜，上持聪明智慧心，又听舍人恶说话，恶说语骂念佛心。老面干家之言之用心之念有神通，愿天神道多下雪，五方烈仙下天宫，各方神皇来庇护，报书灵童插日清，三观大地主彼主，下罪天主救众生，救苦天主来救世，清净云波一地时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圣菩萨救众生。敬念三世六万众，五逆十万起随喜，辅助弥勒修大道，保佑香炉得安宁。八方真母为众水，清凉护法显神通，赤气造机掠日月，天顶神道七宝七。
为民报好为世亲，塑成诸王挂甲兵，踏去万里用二分，飞公落地化为人，四海联盟来做歌，国家祥云去天空，四方天天好护家，保佑你的去成功，弘扬了到归家去，转到三阳你的准。如逢吉人去下生，修复丹田归正祖，大王坐下真安静。感谢主我挂大兵，大有万民用理论，会帮助地化为定，四海联盟来作盾，国家祥云去天空，四方天天好护家，保佑你的去成功，弘扬了到归家去。转得三两米为准，不枉建立地下线，修好单元与建筑，台湾走下金门去，转那东来百中间，面临下力雄起量，下行不干来平心，起量一边行动带，起量两边的桥线，起量三边行归看。梦亮下魔化为定，修行调来新楼台，两地金兰归我内，大无天王太后阿弥陀佛。好，好，掌声鼓励。是两个拢会晓背，对啊，捌位啊过款拢，簿仔拢无嫌，就啊一直背，一直背，吼、哦。嗯，所以讲真正其实。安尼感觉是毋是安尼一届一届愈来就愈感觉较袂遐惊吼？好，再来天德啊吼，天德，哎、欸，对啊，毋捌一位邱显德，什么？倒一位？邱显德，哦，学长慈悲，天德的吼，咱爱显露我们的德性。好，各位学长，掌声鼓励。请量我发现行动，恰地做地压力。
外，调调船头七波星，桂林八方雨水秀，孝兴祖国挂大饼，大礼万年永礼禄，威风楼阁挂雨亭，树来永红来走动，国家祥云一点光，希望天边好无怪，高陵蜜月一线光，红娘庙的归家庭，专得善良蜜月尊，吾蒙月明一难行，希望大娘归天庄，再望得他心难行，干妈